哇，我的龙没了，血亏。兄弟们，没有分享直播间的，记得分享一下直播间哦。分享直播间，增加主播经验和直播间的热度。热度靠大家，文明你我他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报仇，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这不回去报仇，真的是，我海岛绝世美男子的脸面放在哪里呀？哎，不对，我不是海岛绝世美男子，我现在是腿毛哥。美男子的号封了，被封了3天，明天才解封。昨天我也是玩的这个号，然后今天我也是玩的这个号，明天好像就解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乱封号，封了我72小时，奇怪。你们有被雾封过吗？我也没开挂，我是清白的。他给我封了72天。我是清白的，兄弟们。哇靠！这个逼，他在这个上面，他一直没开龙，这狗东西。